哈哈，欢迎来到悟空绘画小课堂了。那么今天教大家画什么呢？要不简单教大家画个小风景吧。首先准备好工具跟打好稿的纸还有手，用我家的水刷刷小白纸。第一步，天空部分用蓝色就可以了，再用纸巾擦出云部分，再用蓝色加深后面。小猪佩奇吹干干，白颜料再加亮云的高光部分就可以了。第二步，用绿色画出后面的小山山，前面草坪也一样，注意好颜色的深浅变化哦。第三步，绿色画出树的部分，注意投影颜色要重一点哦。再随便画几根树枝。第四步，下面再画一些大的小草，右边也一样点一些草的形态。第五步，再乱画几根小电杆，记住一定要直哦。再点一些夏天的风，轻轻地吹着你和我。最后看看效果吧，学会了吗？以后我教你画画吧。